骑车那是骑到忝，较高级的就上这种餐厅内底休困。啊，那是较无钱的，路边冒这种的叫做 motel， 内底有一个吊床，你会当当遐倒。多人这样大片，还是要有几千人倒的哟。那是青烟的混台所污染厂。今仔要来去参观的是一间拜海昂的庙。我、哦、这金鱼庙用手拜、啊。哎，里面有中文字啊？为什么呢？哦，那很早了。那这个庙有多久了？哦。哦，所以丁文在下一八二四年了。这是。你这你的确是要几个拜哦？我跟这只出游客哦。哎呀，黄传记啊。黄传记啊。哦，这是游客出边。啊，这个王船啊，听讲要驶过去的，就是伫海中有一个叫做海神庙。东车大卡的金鱼啊，这是迄个，这是什么？抹香鲸的款啊？应该是。哇，这多范围哦！这种化石嘛，哈。文法跟中文一样吗？一样，因为这里就是，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语言，还是用汉语念，但是它的汉语是地方的语言。比方说这个扇，它是叫做刀。那这个用那这它就是一，二它就一这样子，一二三的一。那它这个整个用越南话念得起来吗？他用个汉乐字念的，汉乐字啊，汉乐字，你会不会念？哇，哎，你会唱？丹顶开口，有藤嫩杆，藤岛，岛就是藤岛就是圣道嘛，来藤，有点像广东话。对啊，它就是广东话，所以还是可以念得出来，就对了。安南海，那跟中文是刚好颠倒，是南海靈翁。它是靈翁南海。啊，靈翁南海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杆子是在做什么？这个他就是那天做个节日的升他这个越南的那个佛旗嘛。啊，上面要升一只旗子就对了。对对对，越南的佛旗。
越南的佛旗啊、哦。对啊，他佛教有个旗。双龙我们要去抢什么？抢猪吗？那个龙中间那个是。那是双龙抢什么？抢猪吗？中间那个，很像是水果盘。双龙。你这是生长在树上的火龙果吧？攀在这上面。哦，那个我跟他传了。攀在这上面。